开始我们邀请到的这个马祖卡他们来到节目当中，真的是台湾之光，带来这一首马豆马豆。金曲奖的一个肯定有没有看到？最佳乐团，最佳乐团，乐团，哦，少爷，你这太棒了，而且你那嘴巴的速度真快，是快嘴，快嘴，谁嫁给你谁幸福？哎，谢谢大家。怎么说？这怎么说？他每天会唱饶舌歌，唱饶舌歌给他听。今天他这一种叫做 unplugged， 是 unplugged， 就是不插电的，但他违反了 unplugged， 他插了电。今天这一团呢，他们来让我们感觉到非常光荣。他们真的到很多的日本啊，到很多欧美啊，很多国家去表演，太棒了，为国争光，对不对？谢谢谢谢。那你们这里有阿辉，我这边也有阿辉，有吗？哎，那我这个阿辉是许杰辉，欢迎。